姐妹朋友们，欢迎来到这个礼拜天的崇拜聚会。那我们站起来向神高歌。还是因为神的喜乐，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，主的喜乐是我的盼望。Thank you.
他也把手机换成静音。伟大全能神，就像父亲，我们向你祷告，我们向你举手，我们唱，是你定了地的尺度，是你把众神拿在其上，是你安置这地这全地的绊脚石，那时候诚心一同欢唱，你的众子也都欢呼，海水冲出如同胞胎，那时候有谁将它关闭呢？是神，你用云彩当海的音符，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，这就是神你定了白天黑夜，你又为他安定界限，安上门，说你只听到这里，这个月过，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。神啊，你从生以来，曾命定晨光，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，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，将人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。这光，地面改变如泥土上的印，万物出现如衣服一样。神啊，你是这世界的创造者，我们赞美你本是应当，我们敬拜你也本是应当。神，我们把至高的名完全都献上，这至高的赞美献上给你，你配得我们尊崇。何善，何善啊，归于我们至高神与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来，跟我一起拍手。神的话，好不好？阿门。